你做家己咩啦？你请假，我搁请三个月。没有一日我回来，你给我请三个月，你即马阁要给我请三个月？啊无，我无同意。是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查甫的看，囡仔看，查某的我无看。哦，好啦，大爷，你将答应你啦。何必多问？哎、欸，等你，我搁两句话要甲你讲。什么话？好啦，你莫搁讲啊，你咪。哟，不是我袂讲有烦的。你可要讲我？我袂讲。你最近有三高的事哩？我哪有？我拢食菜呢。你胆固醇较悬。哪有？哎呀，你袂当了解。你敢知大好人的悲哀是啥物？大好人的悲哀就是会中风。万不如你若中风的话，轮椅阁无你的赛事是要安怎？啊，咱遮之前有一个施主叫做刘姓男，因就是因为安尼大苦唔食呢，所以减肥啊。伊有瘦落来吗？加食瘦啊，差不多为这个。98公斤，算啊！我是老人啊，你个97公斤啊！我是老人啊，你个有良心无啦？你个叫我算？我跟你讲，开始等一个人，有查某的，讲要来找这个电视，切记，绝对袂当叫我出。答应你，答应我。那嘞，感谢你啊，我们都愉快。啊，是安那查某的无车，你再给等一下。上。真气派！阿弥陀佛！阿弥陀佛！师父，哎，陆师傅，我听恁声，有一位名叫世光师父，看到图片，我想要甲伊回想一遍呐。啊，你是查某？陆师傅，歹势啦！啊，阮店里哦，今仔无接人客呢。哦哦哦！我来叫出来，等你啊！无滴，等你啊！无滴，啊好，我家己亲身来。师兄，人要找你，哈哈哈！我这在听你有休啊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地贵大地寺庙如何流流？小四点，你明山本所各位，当讲你是看破不起，跳不见面。哎呀，见你一面会着三生有幸，我连跳不见面，不是了事呀、啊。既然不是表示本所，哪里是？我要来问你，你问，你可在？你犯差？你做错？阿弥陀佛，出家人从来无咧犯差甲做错呢。你讲这我听无？出家人，你够大福气。但你有啥物唔惊？哦，我听啊，胆大狂语。阿弥陀佛，我知影你的意思咯。你是为着这个所有定之处。哎呀，如何牛你嘛？你要了解，这个所有定本来就是一个弄动处。伊若做我天下事的不平不安宁，伊对本所有情，我既然不服伊，定得做下上元，自自连连，我承担一切。但你千不该万不该，你竟然破坏我的好大事。你若要挑伊做上元，你咪先教伊做人。你人家教官了好做官，安尼嘛无问题。今天我到你的面头前。你既然也不知悔改，根本是过来是过去，那那些分量你是欠假事。我哪怕欠假事，我是一个哦足尊重你的人，我希望你无代志哦，安尼哦无代志要听到有代志，安尼就唔好咯啦。上细点，你吹死！我找找有人办灯办锁啊！我的狗肉店，你就对对对，狗肉店叫猫腻，过来。
重点要来啊，阿弥陀佛。